这次期中考试，你们让我刮目相看。妈，你这考习作业也没一科及格。我们作为差，就应该团结起来，少跟人家好学生一起玩。你烦不烦？不行。疯了？什么玩意儿不行啊？他说他成绩再继续下滑不行。 新学期，新气象，谁弄起来？你们俩这是要干啥？谁推的我？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的生日这么重视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我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。那我下次再说。要是一个个都像我，这么聪明，这么努力，我需要你努力，不需要你作弊。你努力了，没有成就又怎么样？干啥呀？没考好。 接受惩罚，多大的人了还舞枪弄棒呢？你受的主打的动吗？你现在处于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岔路口。努力是我自己选择的，又不是说努力了就一定有回报。我已经失败过两次了，努力啊，确实没啥结果。倾家荡产的人潮，这就是诱惑，放心呀！ 要的就是这个气体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全国前三。我要拿第一。对了，多让谁北京？向北京出发！出发！让我们带着梦想一起起航。老师，那咱弄那么多纸，待会儿校长会被骂咱呀。你下班吗？ 立TV 立视线上影视。